好，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是我们的所爱的牧师师母呢，现在仍然在台湾参加我们祖母堂的70周年的堂庆，所以今天的神土仍然有我们同工来跟你分享。今天有我为大家来到分享耶利米书的第30章。耶利米书的30章，我不知道大家一直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沉重啦，很多的预言呢，其实都是一些挺重的预言来的。很特别，来到第30章，30章有被誉为是耶利米书里面的安慰之书，即是说我们预备了来到读30章的时候很得安慰的。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安慰之书到底耶利米要帶什麼信息給整個的以色列人，整個的猶大民族，好嗎？我們先來開始，我們看頭三節先。一到三節，這裡說，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你將我對你說過的一切話都寫在書上。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猶大被掳的人歸回，我也要使他們回到我所賜給他們列祖之地，他們就得這地為業，這是耶和華說的。頭三節一聽到的時候就覺得好被安慰，為什麼耶利米要對以色列人或者整個的猶大民族說一番說話呢？就好像昨天，如果大家有聽敬雅牧師去分享神土的時候，你就知道29章裡面批評了或者斥責了很多的假先知，也都要叫以色列人，你們不要再聽假先知的預言。原來在當時整個的環境裡面，猶大以色列民族已經被掳了，他們已經被掳走，但是當時的假先知在百姓裡面流傳他們的信息是什麼呢？就說這一班以色列的百姓能夠在兩年之內在巴比倫回到去故鄉，不過兩年已經過去了，他們仍然都是在被掳之地。但是他們整班的以色列民就會在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喪膽，甚至對神失去盼望的當中。當然因為他們很相信這批假先知所說的嘛，假先知說沒問題的，兩年你們就回來了，但是兩年了，一些事都沒有發生。那我們代入當時的以色列百姓會有什麼感覺呢？就是對，不會想這些假先知是假的嘛，只是會想，對，神已經忘記我們了，沒有了，預言已經過了兩年了，都沒有任何的果效，神是否已經信不過呢？我們是否應該不跟不到下去呢？我們是否就是在這個環境裡面就一直被掳被掳被掳呢？所以呢，為了消除百姓這些錯誤的信念呢，神讓耶利米再一次發真正的預言，大大的来到鼓励这一班被掳的以色列民，让他们再一次有盼望，并且耶利米在这里再重申一次，在神当初怎样给他们这些预言，在这个背景之下，耶利米书30章就出现，一开始就立刻说了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这番说话是神说的，是以色列的神这样说的，并且不是只是说出来。第二节里面说要将这些说话写在书上面，那时候可能是羊皮书卷，又可能是埃及地那些蒲草造成的一些书卷，但是无论如何要写出来。我们想，为什么这番预言这么重要，要写出来说就可以，原来说不够，写出来，要将这一番说话真的传到去所有的犹大百姓的当中，但凡被掳的都要看到这个书卷，见到的是实实在在神跟他说，神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日子将要来到的了，被掳的日子过去的了，歸回的日子要來到的了，他們要回去我所賜給他們列祖之地，這是神的應許。神透過耶利米再一次跟以色列人說，我沒有忘記你們，
我同你哋咧列祖所立嘅约仍然有效，我仍然喺你哋嘅当中，唔好咧去受挫折啦，唔好咧去丧胆啦，唔好咧忘记我，因为我仍然喺你哋嘅当中。甚至咧透过呢一番说话去做乜嘢咧？去间接咁样咧去责备咧呢啲假先知嘅假啊！呢啲系假嘅啊！呢啲咧。话啊两年啊，或者咧神已经忘记你，呢啲嘅预言全部都系假噶。我仍然喺你嘅当中。咁接住落嚟，神又讲乜嘢咧？好，我哋嚟咧睇四到七节，接住落嚟咧就话啦。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听见声音，是颤抖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你们且访问看看，男人有难产吗？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叉腰插腰像咧难产嘅妇人，脸面咧都变青了，外在那日伟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嚟。诶，我哋睇到一到三节嘅时候就觉得，诶，好有盼望啊！神话秘掳归回嘅日子。嚟啦，就嚟到噶啦！啊，我哋咧要保持住咧对神嘅信任，但系一去到咧第四节开始就会话吓，点解啊？第五节里面话有句战惊惧怕而不平安嘅声音，一依头咧讲，诶，归回嘅日子就嚟到噶啦，就嚟到噶啦！哇，过两句耶利米竟然话苦难会嚟啊，苦难会喺度啊！我哋一路睇嘅时候，你睇。不知道弟兄姊妹看这里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啊好 confused 啊，真的好混乱啊，啊这头乜不是说会被掳归回咩，乜不是神应许会救他们咩，但是为什么下一秒就是说嘿会有呢颤抖惧怕的不平安的声音会临到呢？在这里呢我觉得呢耶利米书的三十章呢好能够呢纠正我们一个观念。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觉得神啊你赐福，神啊你说我们会归回，神啊，你会拯救好多嘅恩典，但系其实我哋忘记咗咧，神都系有真理嘅神，神嘅审判仍然喺度噶。咁啊，唔系我哋话，哎，神啊，我求你赦免我嘅罪啊，啊，赦免完系咪，哎，就等于啊，好 happy， 好开心，乜嘢嘢都过咧？喺度咧，神透过耶利米咧纠正咧以色列嘅人一个嘅。观念不会的，审判仍然在这里的，审判不会过去的，就好像我们知道我们信神的人，我们到死后的时候，我们都会面对审判，审判仍然都会存在。也都好像我和 Jeff 刚刚上个礼拜不是讲完信息就见到大卫啊，诗篇51篇啊，同神恳切去认罪啊，认自己怎样去苦待这个拔士巴和这个乌利亚的罪啊，恨淫的罪啊。他是不是大卫认完祷告完神赦免他的罪，是真的，神是赦免的，不过是不是没有面对那份的审判呢？当我们读大卫的人生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卫都要经历这一份的审判，刑罚仍然都会在这里的。啊，那么以色列人是怎样呢？耶利米要跟以色列人说什么呢？说是啊，你们会经历苦难的，你是会经历这一份的审判的，是会遭难的，你们在秘掳的日子是啊是辛苦的，就会辛苦到怎样啊，是颤抖，是惧怕，是不平安的，辛苦到怎样啊，用一个比喻就好像难产的比喻，这个难产不只是在女人的身上，而是男人都要经历这份的难产，这份患难的痛苦是会出现的。有圣经学家就会说，是啊，这些的难产是什么呢？是一些的战争，是一些的受苦，是雅各遭难的日子是会临到在全以色列的当中。那日第七节里面说哀哉那日伟大，这个那日就是神审判他选民的日子是在当中的，并且这个的悲哀是大的，是被掳的，你们会在被掳之地是会经历很多的苦难，甚至有释经学家将这个苦难，这个男人难产，这个比喻，这个
苦难、这个疼痛、这个辛苦、这个咧、这个上里面讲噶，连面咧都变青噶，这个极大嘅痛苦咧，好似末世嘅大灾难一样，系会出现嘅。不过盼望系边度呢？系啊，我哋会经历审判噶，我哋系会经历苦难噶。当我哋咧归回向神嘅里面嘅时候，神话第七节，但他必被救出来。呢个系神嘅应许，呢个咧系神让佢嘅选民知道，系啊，我哋会经历呢一份嘅审判，可能咧患难咧仍然都会喺我哋嘅身上边，不过有神同冇神，回转同唔回转。回到去神的里面，认罪与不认罪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第七节那句了，但他必被救出来。可能弟兄姊妹，我们都会经历一些苦难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这些苦难呢，我自己啊，信咗主咁多年，我真系觉得，其实有时我哋面对嘅苦难哦，我哋有时会好多时都会喺度讲噶，啊，仇敌攻击我噶，仇敌整我噶啊，所以咧，以前咧我读学房嘅时候咧，好少少嘅苦难，我哋啲同学就会话，啊，我被攻击啊，我好辛苦啊，我被攻击啊，但系其实有阵时嘅苦难系咪真系净系仇敌攻击？仇敌攻击都要我哋有破口嘅。很多時都是源於我們自己生命裡面的罪、問題，甚至乎我們可以說的，神在這裡幫我們，利用苦難來幫我們調整我們的生命對準神。剛剛在我們在分享之前，同工在分享，Elena在說，剛剛初信的時候都不明白，明明有些可以翻身的大單我都簽到的嘛，簽了下來又不成就，好像我沒辦法過回以前很好，經濟很豐裕，很風光的日子，都真的不明白為什麼神你在這些位置不祝福。所以今天又要跟Elena說回，是啊，其實有時候為什麼會在這些位置，其實神就知道這些東西會將我們拉走，或者這些位置其實當初只是也都是這些位置讓我們帶進去死地，神不愿意我们再是这样，想将我们扭转。可能在这个扭转里面，我们会觉得很苦、我们会觉得很难、甚至呢真的会觉得好像以色列人所说、这些是不是审判来的呢？这些是不是惩罚来的呢？但是我们要知道，是啊，是惩罚。不过神会在这些惩罚，在这些罚里面祝福我们，化了妆的祝福。原来有时面对苦难是惩罚的，是审判的，不过只要我们跟着神的时候，神说必被救出来，必被救出来，这个是我们调整的时间。所以耶利米呢就跟以色列人说，你不要想着呢、就会好像假先知所说没事的，冇事嘅，啊，神嘅怜悯啊，神嘅慈爱仍然喺度嘅，啊，呢啲嘅秘掳假噶，冇噶，唔会出现噶 ，no， 唔系噶，仍然都出现，但系我哋嘅心态就重要啦。以色列人，你哋嘅心态调整好未咧？你哋知道你哋经历呢一啲嘅打劈劈嘅时间系会被救出嚟未啊？你知道在这个打劈劈的惩罚的当中，你回转归向神未啊？就好像我们的父母真正对孩子好的，是不是真的所有东西都不需要受过任何的惩罚呢？是不是所有东西都是哦好啊，我讲完哦过、啊、我们呢儿目呢有些小朋友呢，我们的导师都知道的，他很厉害道歉的，很厉害认罪的、有什么事都捉住他，是的是的是的，是我错的，我知道的，我知道的，我这里错了，这里我这里不对的、我不会的了，我不会的了，这样。但其实你都听下去都知道气他的，这样气来气去，气来又气去那些，那我们会怎么呢？我们都会忍心做什么？罚一罚咯、都要罚一罚、好了，没了，不玩了，你又坐在一边了，等罚你冷静下、其实你知不知道，其实这样坐在一边罚你冷静下，对一个被罚的小朋友里面，他们都会觉得、好艰难啊，好辛苦啊，好不行啊，
很不平安啊，咁样个个都玩紧我自己被罚啦。其实一模一样。其实喺呢罚嘅当中，想去乜嘢咧？知道你要回转啦，你要咧，你要翻转头啦，你唔好再喺呢啲嘅恶嘅里面。但系呢啲罚系会过去噶。所以啊，耶利米就同以色列人讲：系啊，你哋会被救出嚟，呢个系神嘅应许。不过呢个艰难嘅日子，依靠神过啊！喺艰难嘅里面，神仍然开一条恩典嘅道路喺我哋嘅当中。好，跟住接住落去啦，我哋睇埋咧第八到呢个嘅十一节啊，呢度咁讲啦。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颈项上截断仇敌的轭，扭开他的绳索，外邦人不得再使你作他们的奴仆。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兴起的王大卫。故此耶和华说：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惶，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秘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也要将所赶散你到的那些国灭绝正尽，却不将你灭绝正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接住落嚟咧，系啊，有苦难、哦，有惩罚、哦，但系耶利米再一次咧，经过以色列犹大百姓话乜嘢咧？神再讲啊，去到嗰一日，我要从你颈项上截断仇敌嘅轭噶，即系话当耶神。即係依個嘅被罰嘅日子夠啦，當神預備俾你歸回嘅日子啦，去到嗰一日嘅時候，神話而家壓制住你噶，勒住你噶，你嘅仇敵嘅轭係會被斷開噶，我係會咧截斷佢嘅轭，扭開佢哋嘅繩索，你哋唔會再作咧外邦人嘅奴仆啊！耶利米喺度劝咧百姓，你哋要全心忍耐，并且喺呢啲嘅忍耐里面咧，继续坚定相信神，对准神。就算你哋而家系啊被俘虏啦，你嘅生活咧好艰难啦，但系我仍然系你嘅神，我嘅保护喺你哋嘅当中噶。你哋呢啲嘅艰难唔会咧系你哋过唔到噶，我嘅恩典仍然够你哋用，并且。到最终的那一天，我会释放你，不单止释放，不单止拯救，更加是什么呢？更加神说，那些苦待你的，不公义的，对你不好的，我会惩罚他们。不要靠自己去挣脱这些东西，而是靠着我和你的关系，我给你的应许，我给你的能力，我给你的恩典，去过这个被掳的日子，去过这一段路。就好像昨天那一章这样说，是啊，起来为你现在被掳之地来到祷告，起来继续跟着神，对准神，不要相信假先知，在我的计划的里面，拯救然会出现，拯救一定会临到的，并且那一天神应许的第七十个年头，这些轭和绳索都会过去，巴比伦的压迫这些都会过去，不单止过去，甚至我会惩罚他们的，我是会走这个公义在当中的。但是你们唯一要做的是什么呢？第九节很重要，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不要在被掳之地忘记我，不要因为被掳了，不要因为受罚了而丧胆，甚至想过靠自己的力量，不要再回复到以前的光景。侍奉你的神，侍奉你的神，因为我要兴起王大卫会在你们的当中。这里神不单止应许，你们是会从秘掳之地得释放的，我会截断这些的轭，神更加应许会兴起这个王大卫 在你们的当中，在以色列的百姓的当中。在这里耶利米更加预言，是啊，
大卫的后裔尼赛亚是要临到你们的当中的。这个呢我们都知道的，其实这个大卫，这个的尼赛亚是预言哪个呢？就是耶稣基督要诞生在你们的当中，他的神救赎一定要临到在犹大的百姓的里面，并且他们要起来单单侍奉神，荣耀神。所以第十节里面说，耶和华说，我的仆人雅各，不要惧怕，不要惊惶，我一定会拯救你，并且你们会雅各必得回以前的安逸，没有人使你害怕，我的保护，我的同在仍然会在你的当中。第十一节里面说，我会拯救你的，不过后面这一句我们就要看到了，到却不将你，即系将咧赶散你嘅嗰啲国家咧灭绝正象，却不将你咧灭绝正象，但系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同样一个原因，神话系啊，我嘅恩典喺你嘅当中，我会从宽嘅惩罚你。咦？呢度咧，耶利米再一次强调，系啊。罪是会带来惩罚的，不过神的恩典是什么呢？从宽，我会从宽的，我不可能呢不罚你的。不罚你呢，其实个原文的意思是以你为无罪，我不能够说你是无罪的了，我仍然都罚的，仍然都在这里，只不过是会从宽来到惩罚你。其实我们这里也都让我们再深一次思想惩戒的目的是什么呢？神惩罚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想一想，罚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很想罚他，真的打一身我就爽啊，这样啊。其实我们作为父母，我们真的罚孩子的时候一点都不爽的，作为老师罚孩子一定一点都不爽的。罚是为了呢调整校正，罚为了呢回转，他呢用这个呢说，没有吧，我会从宽的，但是我要你在这个佛的当中呢认识到我是神，认识到回转，认识到知罪，是啊，自己真的错了，不是呢要走了，不是要毁灭，不是啊，是要让以色列民更加的坚定，让他跟神的关系更加的坚定，走向成熟。所以呢有时候我们都要这样的，我记得呢诗篇51篇，是不是大卫说，当你审判我的时候是公义的，当你教训我的时候，惩罚我的时候，使我变得清净。是有时候我们都要明白，我们都要跟神讲，神是有时候有些罚我们要欣然接受，我知道在这些罚的里面，你的恩典在我的当中，我是可以过到的。我都觉得是啊，即等于呢有时候我要罚我的女儿去捋下求下，罚不罚呢？罚的，时间有几长呢？很短啊，过一过啊，知道就是就算了。其实这个就是神的心，这个就是神的心。特别是我们的核心价值，先恩典后真理，但我们往往只是捉住神有恩典的，神有慈爱的，神好好的，但是我们忘记了他都是有真理的神，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即是说什么呢？有罪的我们都要面对我们的审判。所以呢在这里调整我们一个思想，神的公义和慈爱不矛盾的，神的真理和恩典不矛盾的，神可以在我们的当中行真理，做错的时候受惩罚，但是在受罚的里面仍然添加恩典。我觉得这个调整我们自己整个的神学观，不好到神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神你不爱我了，神你不好了，我们倒回转用另一个态度，神是的，我错了，这些罚我抵的，我抵的，但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大力啊？可不可以让这个罚短一点、我知错了，可不可以轻一点、并且在这个罚的里面，不是只是受苦的罚，在这个罚的里面可不可以调整我，可不可以让我调整我自己，哦，不要再错了，不要再衰同一样的
事情呢，让我真实的人生调整好，成为生命树这样对准你。所以呢，我觉得耶利米书三十是很好的，是很好的调整在我们的当中。神就是用以色列的经历告诉我来听，是啊，我是有恩典有真理的神，恩典和真理从不矛盾，并且呢互相的关联起来。好，我们接着看下去，十二到到第十七节，这里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无人为你分数，使你的伤痕得以前果，你没有医治的良药，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不来探问你，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用仇敌家的伤害伤害你，用残忍者的惩治惩治你，你为何因损伤哀号呢？你的痛苦无法医治，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将这些加在你身上，故此凡吞吃你的必被吞吃，你的敌人个个都被掳去，掳掠你的必成为掳物，抢夺你的必成为掠物。耶和华说，我必使你痊愈，医好你的伤痕，都因人称你为讲散的，说这是石安，无人来探问的。好，这里呢，神讲什么呢？神是啊，为什么会造成你今天的损伤呢？你的损伤是已经大到呢是没办法医治的。以色列的伤痕呢，就是在犯罪的结果，神容许仇敌来到管教呢他的百姓。这里呢，让以色列人呢再一次说，咦，究竟为什么会造成今天的伤痕呢？神在后面就说了，是啊，当你面对这些被掳的时候，或者被所有国家来侵略你的时候，无人为你分数。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是啊，你面对这些境况的时候，有没有人走出来帮你辩护呢？有没有人走出来来到救你呢？第十四节说，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不来探问你。讲紧乜嘢呢？原来神喺度咧再直指，点解佢哋今日会受到呢一个嘅惩罚？唔系神刻意整啲人嚟到，或者整巴比伦嚟到掳掠佢嘅。喺度咧，透过耶利米再一次话俾以色列人听，唔系巴比伦呢个唔系我创造出嚟咧嚟到掳掠你嚟罚你嘅。原来你今日会面对呢啲嘅光景，系你自己做出嚟嘅。是你所親愛的形成出來的。在這裡讓大家知道一點背景是為什麼呢？就是其實在早幾章我們都看到，原來當時的以色列猶大百姓很喜歡跟列國結盟，他們用列國來到成為他們的保護，甚至跟列國結盟到什麼地步啊？我們回憶回之前的神土，會結盟到什麼地步？去拜他們的偶像，希望啊，我同你拜同一个偶像，你可以保护我哋啊！所以当其时咧，以色列嘅民国有乜嘢咧？埃及啦，啊，佢哋嘅将好多嘅寄望寄托咧喺埃及人嘅身上边，特别咧系约押敬嘅时候咧，特别多咧去讨好埃及，希望咧可以投靠啊。后期发现哦，埃及唔系好可信，就投靠亞述啦。佢哋咧常常都會依賴咧民國，依賴偶像嚟到保護佢哋，反而咧結果係乜嘢啊？依啲所依靠嘅有冇真係幫佢咧？冇啊！依啲所依靠嘅亦都會因為結盟嘅緣故咧嚟將佢哋犧牲，所以佢哋先至會被列國咁樣入侵嚟到吞食。其實依啲嘅歷史咧，我哋中國歷史嘅時候就成日都見嘅啦嘛，係嘛？依靠外敵，因為要掉少少中史嘅時候，北宋就係咁樣亡噶啦，就依靠希望人哋保護，結果咧就被更強大嘅嚟到入侵，依靠嘅嗰、那個根本咧冇理到佢。神喺度提醒以色列人，其實今日你哋會去到被掳嘅光景係，你當初一啲都冇投靠我，你投靠外敵，你投靠自己，你用自己嘅能力，你忘記我，你甚至拜偶像陷入
在偶像的面前这样来到去拜祭，忘记所创造你的最终的你的保护者，结果发生什么事啊？是啊，你以为很可靠的，却是呢没有保护你，甚至你被吞灭了，你被呢被掳了。所以神说是啊，现在这些的哀嚎，这些的你没办法医治的痛苦，你的罪孽都是以前你们自己做下来的，现在呢我只是拎走保护你们的手而已，不是我真的呢要特地创造你加在你的身上，你们就要吃这个苦果。从这件事里面，以色列啊，学会跟从你的主啊，学会我才是保护你的那个，不要再依靠势力，不要再去投靠呢这些世界的力量能力，单单来到依靠我。神话十七节，我必使你痊愈，医好你的伤痕。就算这个伤痕几大，世人觉得几难磨灭都好，不紧要的，我仍然爱你。你有没有觉得神好好啊？手上面好像拎住条藤条，但是打下来是轻轻的，自己走去曳了，搞到自己一身伤了，世人都觉得没办法搞得掂的了。神说是咯，即是跟爸爸妈妈一样的嘛，谁叫你这么曳啊？这些伤都是你自己搞出来的，自己整成这样，没的了，很大条疤的了，实流疤。但后面就哎好了，我就帮你医了，我就为你这个疤痕 去处理了，我再救你了。神就是一个这样的严父，神就告诉以色列人，是我会医好，现在欺压你的，现在虾你的，都会被赶走，都会被赶走，你 不需要呢再去这些被这些的外敌啦，被这些人呢这样 去核制的，我会赶走的。这个见到什么呢？是我会惩戒，但是神说我会恢复，我会惩戒你，但是同样恢复你。耶利米在后宣告说，神的恩典和慈爱，这个前果医治呢仍然都是临到去锡安，看似没办法医治，但是他仍然都在。接着下来十八到二十四，更大的预言要临到。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也必顾惜他的住处，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岗，宫殿也照旧有人居住，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我要使他们增多不至减少，使他们尊荣不至卑微，他们的儿女要如往日，他们的会众坚立在我面前，凡欺压他们的，我必刑罚他，他们的君王必是属乎他们的，掌权的必从他们中间而出，我要使他就近我，他也要亲近我，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你们的神。看啊，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扫灭的暴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耶和华的烈怒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议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来到呢这个部分，神说是我要给更大的预言要临到在你们的当中，以色列犹大要重归故土，你们要被你们要归回的，你们要归回的。很多人看到这部分的预言的时候都会在问，其实以色列现在叫归回没呢？预言七十年归回是吧？很多释经学家都会说，是啊，这个预言已经成就的了，以色列现在自己已经有立了国的了嘛，也都回去耶路撒冷了，是不是就已经归回呢？我们来看看完全未呢，这里预言的有多少已经成就呢？第一个，第十八节里面说，这个归回是包括建筑物的归回，即是回去原先的地土，我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你们要住在的当中，也都要有宫殿在里面，我们会见到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会归回，
猶大人會從秘掳之地歸回，會重建聖殿啊！誒，跟住仲要有乜嘢咧？第二個嘅歸回神話乜嘢咧？係要有歡樂嘅聲音喺裏面發出嚟嘅。佢哋嘅兒女要如往日一樣，佢嘅會眾要堅立喺我嘅面前。即係乜嘢啊？唔單止地土上的歸回可以去回神應許之地，更加重要的是人心都歸回，人民的歸回，百姓愛神的心歸回，是所有的百姓要在神的面前建立並且歡樂的聲音在當中發出。這個是神說的，是不是就夠呢？是不是回去耶路撒冷，哇，所有百姓一起來到敬畏神，來到去到服侍神就夠呢？不夠。第二節話，你的君王都要在當中，你的君王是要來到親近我的。原來神應許的是領袖們都要歸回，在當中帶領他們的所謂的君王啊，這個王啊，都要來到親近神，心歸向神。最後的最重要的22節，你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你們的神。神歸回在他們的當中，神繼續住在他們的當中。接下來就是住棚節了，我們都問我們自己，是不是跟神說，神啊，我要作你的子民，你要作我的神呢？最後全部的歸回，全心全人，整个的民族，从君王到百姓，都要归回在神的里面。当这样的成就的时候，神就要将这个的列路就要去到之前辅代以色列民的列国的当中。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是啊，神的慈爱是我们的里面的，他跟我们立的约，无论我们乜嘢光景，无论我哋几咁烂都好咧，仍然生效。神嘅慈爱，神嘅约喺我哋嘅当中，并且我哋见到嘅系啊，有惩罚会临到，神嘅真理、神嘅教导会喺我哋当中。不过喺呢啲嘅教导、喺呢啲嘅惩罚里面，神嘅慈爱仍然喺里面，神仍然咧喺当中帮我哋保守我哋、保护我哋，好让我哋咧过这一些的惩罚。神的救赎是无条件的，祂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不要因为一时暂时这些的惩罚而在绝望的里面。更重要的，在这些惩罚的当中，或者在这些苦难的当中，我们要问自己，我对准神没呢？我向神呼求没呢？我们神的慈爱是祂继续施恩，受伤的去继续前果，好不好呢？让我们到今天 一同来到去看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都怀着同一个的心，我们跟神说，神啊，你的慈爱永远长存，神啊，我要坚定的选择你，神啊，是啊，我犯罪得罪你，不过主啊，我知道我会面对这个惩罚的，求主你帮我回转啦，快快回转归向你，让我这个罚少一点，让我可以在恩典里面去过这个罚，让我可以再一次的定睛在你的里面。好吗？我们一起来到敬拜。主，我们要等候你。主，我们可不可以更贴近你？主，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回转归向你。我的主啊，我要等候你生命安静，等候你渴慕更多亲近你，世上的一切比不过你的同在，在你殿中一日胜过我在世上千日，众山巍巍耀眼如灿烂，
是直到永永远远，你不离开我，你是我的盼望，我避难所，我的主啊，我的主啊，我要等候你身影，安静等候你，渴慕更多亲近你，世上的一切比不过你的同在，在你殿中一日胜过我在世上千日，我的主啊，我的主啊，我要等候你身影，安静等候你，渴慕更多亲近你，世上的一切比不过你的同在，在你殿中一日胜过我在世上千日，众山最耀眼路撒冷，你必会要我，祝我降服在你大能爱中，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你不离开我，你是我的盼望，我避难所，众山为耀眼路撒冷，你必会要我，祝我降服在你大能爱中，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你不离开我，你是我的盼望，我避难所，众山最耀眼路撒冷，你必会要我，祝我降服在你大能爱中，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你不离开我，你是我的盼望，我避难所，你是我的盼望，你是我的盼望，我避难所，我永远的盼望，你是我的盼望，我避难所。主，我哋要敬拜赞美你，因为你就是那个公义的主，我哋要定睛喺你度，因为你嗰个你就系嗰个统管万有嘅神。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展现神的智慧能力。
彰显神内智慧的你，你的爱是何等强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全民同观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一心你真实轻轻轻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的心，单单在乎你，让我们的心单单在乎你，主啊，因为你是我们所在乎的那个，神啊，让我们的心来到更多的来到去贴近你，在乎你一切所思所想，让我们更加的与你亲近，更加的与你连结，神啊，我们要每一天每一日在这个早上，我们就来到这样去亲近你，就来到去跟你这样的与你去连结，主啊，我们来到向你倾倒我们对你的爱，倾倒我们对你的敬拜，因为你就是我们在乎的那位，我们要这样来到去爱你，这样来到去回应你，主，我们多谢赞美你，多谢你每一天的早上你都来到去亲近我们，你都来到将你的话语来到释放在我们当中，叫我们得着满足，主，我们多谢赞美你。弟兄姊妹请坐。在今天的经文的当中，我们看到神再一次向以色列人说，向我们说，他说我们要归回，我们要归回。同样的，神说当我们在这段日子的里面，神不断让我们去经历很多的艰难，很多的苦难，为的就是很想要拯救我们，为的很想就要让我们来到去归回。但神也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同样也是公义有真理的神。他说当我们在这里，我们犯罪得罪他的时候，神说我都要来到去惩罚你，我都要将你来到去管教。他说我虽然我会将你的仇敌，将赶尽你的这些的国，我都要灭绝正尽，但是同样的，我都要将你要去惩治，不能够不罚你。当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里面，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你现在仍然经历着你的艰难，你知道你的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很难面对的事情，
但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其实都是神对我们的管教。神呢很想来到帮助我们，神呢很想来到呢透过这些管教来到叫我们知罪，叫我们知错。就好像刚才分享，其实一个妈妈一个爸爸拿着藤条，他是不是真的很想打他的孩子呢？其实不是啊。为什么他又真的要这样打下去呢？其实他很想让他的孩子真的知道明白他们真的做错事，他们真的要来到悔改。但是当我们经历这些的苦难，经历这些的惩罚的时候，我们的心又会是怎样呢？我们会不会在这里不承认其实我们都没有做错，为什么神你要这样罚我呢？又或者会不会在这里想，都不是我一个人的错，对方都有错，为什么你不惩罚他，只是单单来到去惩罚我？我们会不会心里面有很多不平？我们常常都会觉得，神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神啊，你是不是搞错了？是不是我应该要你为我伸冤的那个？但是今天神提醒我们，原来我们真的做错。当我们走在这些的苦难，或者我们知道神要来出手，我们身边的人都告诉我，是啊，这一刻神要来到去教训你，或者神要来到去教去指引你走回一条正路，我们可能里面仍然觉得，不是啊，神你搞错了，我做的事没错啊。会不会我们仍然都是陷在这个质疑的里面？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没有问题，好不好？这一刻特别呢，当我们一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呢有一些事情常常都卡住我们的，常常都很难去突破。身边的人都跟你说，会不会这个都是神呢来到去教导你的时刻，但我们却不愿意，不愿意来到去承认。如果这个呢是你的光景，好不好？这一刻呢你都来到在神的面前去祷告。又或者呢，特别呢，我知道呢有一些组长，你面对你的组员，他就是这样的光景，你见到他呢重复重复重复呢，这样都是一个的咒诅，或者呢是一个呢不顺境的当中。其实你知道呢，神呢是要提醒他，是要教导他，但他却是呢心眼仍然不承认自己有问题。好，我们都为他们去祷告，求神来到去帮助他们，求神让他们真的看到，原来我们真的要降服在神的里面。因为我们真的知道，原来我们已经是过着一个被掳的日子，我们真的在一个不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的情况底下，神就要来到拯救我们，神要来到帮助我们。因为这里讲到日子很快就要来到，我们就要离开这些的艰难，离开这些的苦难。但究竟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这些的苦难是神拯救，神要来到帮助我们？求神来到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真的仍然在这些的艰难里面，我们好不好来到去呼求，我们呼求我们的神帮助我们，叫我们真正面对我们的罪，真正面对其实我们真的得罪神，我们愿意接受神这个的惩罚。但是同样的，我们都求神施下一份的恩典，一份的怜悯。就好像经文所说，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我们应该要是被罚，但是我们希望的就是可以呢从宽惩治。我们呢希望神你出手不要这么重，求神你的恩典临到在当中。特别呢在当中已经经历了很久很久，很多很多的环境好像未改变，很多事情呢都不能够有突破的时候，神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施恩典给我们，让我们懂得怎样去选择，懂得在这些艰难困苦的里面，我们选择不再靠自己，我们选择来到去
跟从神，定睛在神的里面。我们知道神啊，你必然来到去拯救，你必然来到去救我们。我们都来到开声，无论是为着我们自己，为着我们身边认识的人，你知道他现在真的很艰难，我们都呼求神来到在当中，让他有一个悔改的心，并且求神的怜悯临到在他的当中。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神来到去赦免我们，我们真是心眼，我们真是硬着颈项，即使我们面对我们生命上很多很多的艰难，甚至乎我们真是知道身边的人已经提醒我们，神好像要来到去惩罚，神要来到去教导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不是我的错，不关我的事，甚至乎我们觉得神你都不公平的，明明都不是只是我一个人错，为什么你只是惩罚我？我们里面有很多心怀不平，我们里面有很多叽里咕噜，我们觉得神啊，你不应该这样对我，你不应该这样来到去将这个这么重的刑罚放在我身上。但是神啊，我们却是没看到你那份教导，你这个的拆毁，你这个的毁坏，并不是真的到此为止，你乃是将一个更大的恩典临到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真的要来到回转，我们真的要知道神啊，你是那位公义的神，当我们犯错，你同样会来到去教导我们，你同样的会来到去惩罚我们。神啊，让我们有这个的愿意的心，让我们真知道你的心意，真知道你其实不是单单为了罚我们而罚我们，但是其实你都不忍心，因为其实是因为我们硬着颈项，你给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叫我们回转，但我们却是没有珍惜，以致你真的要用这个的方法来到去挽回我们，帮助我们。神啊，求你来到帮助我们看得见，神啊，你这个的惩罚不是为惩罚而惩罚，乃是因为你的爱，乃是因为你真的见到我们，你不想我们再走错路，你不想再见到我们就是这样陷在一个 蒙蔽的当中，你就是要来到去拯救我们，你就是告诉我，我必然拯救，我必然拯救，你要将这个的应许临到在我们的当中。神啊，让我们真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回转，我们选择来到在你的心意的当中，我们选择你给我们的每一个的教导的里面，让我们知道你为的就是要建立我们，栽种我们，让我们可以拿走一切生命里面的污秽，可以装载神你更大的恩典，神你的怜悯就要临到倾覆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这一刻我们真的要回转，这一刻我们真的要回转，特别是到来到这个的明天，就已经是我们赎罪日的里面，当我们一路一路咁样去读呢一个嘅耶利米书嘅时候，睇到神你就系咁样不放弃嘅，再一次嘅嚟到提醒我哋，我哋要承认我哋嘅罪，让我哋真系要嚟到你嘅面前，嚟到去拥抱神你俾我哋嘅呢一个嘅教导，以致我哋真系真嘅可以承认我哋自己就系咁样得罪你。神啊，求你来到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坚心选择跟随你，求神你来到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极大的恩典底下靠住你，
走出我们这些的苦难，走出神你给我们这些的环境，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神啊，你必然拯救，你必然拯救。神啊，我们多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好神，并且你真的知道我们在这些过程里面我们都不好受。你都说你知道我们的伤痕极重。是啊，神啊，你真是那位，虽然你是会惩罚，但是同样你的爱更大的神。你呢好看到我们在这些的过程里面受了很多的苦。我们无论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我们无论是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身边的人都受了极大的伤。好不好，这一刻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去向神去倾诉，告诉神知你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你有受到什么的苦或者有什么的伤。神这一刻呢，他说我要来到医治你，神说我要来到安慰你，因为我是那位与你同在的神，我要来到医治你。他说就算身边的人忘记你，没人来到问候你，但是神说我知道你，这一刻我要来到去医治你，来到帮助你。特别当我们在我们同人互动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说、啊、我呢所做的事好像很有理由，我伤害了对方，我们说话伤害了对方，其实不止伤害对方，我们自己都受伤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得不好。好不好，这一刻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神呢这一刻要来到将你这些的伤在我们罪里面所带来的伤都要来到医治，连根拔起的离开你，让你可以得自由得释放。我们来到开声，让神呢来到将你这些的伤痛我们都交在神的面前，让神呢来到去医治拯救你。圣灵啊，这一刻求你来到临到在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姊妹的当中。是啊，当他们承认他们是犯罪得罪你的时候，当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犯罪得罪你的时候，我们回望原来在我们的罪的里面，我们不止得罪人得罪神，同样的我们都会令到自己受伤害。神啊，你说你要用你的爱来到前果安慰我们，主啊，愿你这一刻你就倾倒你的爱临到在我们的当中，愿你的爱就是这样进入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我的孩子里面那个受伤的地方，你来到包扎前果，让我们来到在这个里面，我们领受你的恩典你的怜悯。神啊，你说身边的人不明白你的伤，也都没人能够缠过你，但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就要将这份的良药来到浇灌在我们的当中，帮助我们加我们的力量，叫我们真的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承认自己的错的时候，神啊，你就是这样来到去爱惜我们，我们看到就是你这样，就是这样爱惜我们，你叫我们就在你的里面得着平安得着医治。神啊，愿你的爱更大的临到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这一刻我们来到被你去包围，我们要来到去被你去缠裹。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就是那位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神，无论我们有多大的艰难，你都知道
你都明白，并且你愿意陪我们一起这样去走过，来到去扶持我们，帮助我们，建立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就是爱我们到底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 Amen。 好吗？最后我都想邀请大家，今天我们一直都是说归回归回，并且他说日子将到的时候，这些事情都要临到，神的应许就要临到。我特别有感动，很想为着一些已经离开了教会的一些小羊去祷告。我们看到神他说，我要每一个都要作我的子民，要神要成为我们的神。但其实原来当我们自己一路向前一路向前行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在我们身边有一些小羊已经可能迷失了，可能已经凋落了。神其实都很想他们归回，甚至乎我有听过有些弟兄姊妹分享，他就跟我说，他说是啊，其实带我回教会的那个弟兄或者姊妹，他今天自己都没有回教会。其实听到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心会一沉，昔日他都是很积好愿意摆上，好愿意回应神，好火热。但今日他可能因着很多的情况，他就离开了教会，好不好？如果有认识的这些的人，甚至乎这个可能是你以前的组员，跟你同组的一些组员，他就是这样就是丢失了，好不好？我们都为他们祷告，为了我们这些曾经是一起在教会，一起在神的道里面，我们一起去奔跑的这些的弟兄姊妹，我们为他们的心祷告，求神来到去真的用他的爱吸引他们，让他们真的可以放低各样的前累，让他们真的可以面对胜过他们现在这种艰难的状况，可以回来教会的当中，可以回来到神的怀抱的里面，好吗？我们一起开声，为着我们这些已经走失了的小羊，我们就去祷告，求神来到去寻回他们，求神让他们可以真的再一次听到神的声音，让他们可以归回，求神来到帮助他们，让他们真的可能在他们信仰的路上，他们可能经历了一些的艰难，经历了一些的苦难，以致他们离开神。神，我求你真的让他们真心明白，你是爱他们爱到底的神。即使这一刻他们离你有几远都好，神，你的爱仍然的来到在他当中，你仍然的用你的念光光照他们，让他们能够回转回在神你的殿的里面。主，我们将这些已经迷失的小羊，我们一一的交上，求神你的光你的爱就临到在当中，让他们同样的可以回转回在神你的殿的里面，让神你就成为他们的神，让神你继续掌管，重新的掌管他们的生命，以致他们的生命可以继续为主你发光发亮。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 Amen。 Amen。 感谢主，今天在耶利米书三十章里面，神是跟我们说，是啊，他是有恩典有真理的神，神的管教为的是要我们归正，神的管教是为要为我们可以回转，再一次回到神的里面。明天就是赎罪日祷告会，好吗？弟兄姊妹，我们都把握一年一次神吩咐定义我们的心回转的日子，我们就在赎罪日祷告会的里面来到回转归向神。我们跟神说，神啊，你的管教是这么甜的，因为你有恩典在我的生命里面。管教是可以很快过去的，只要我们回转，只要我们回转，好不好？鼓励大家都藉着在赎罪日的祷告会里面，我们去思想，我们现在有什么地方被管教呢？我有什么地方要回转呢？我有什么地方再一次要被神兴起呢？以致我们可以跟神说，神啊，我是你的子民，你要作我的神。神啊，我的家是啊，是降服在你的里面，你是我家的主，好不好？鼓励大家把握
回转的时间，把握被管教的时间，好好回转归向我们的主。好吗？我们一起来到领受祝福。主，我奉你的名大大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包括孩子自己，有一颗受教的心，有一颗懂得感恩的心，让我们真的知道神啊，你是有恩典有怜悯，但是同样神啊，你的真理是实实在在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主啊，以致我们能够怀着这一份感恩谦卑的心来接受所有的调整，因为这些调整都是想我们归向你，这些的调整都是想我们越加的得着这一份的祝福，这些的调整以致我们可以作你的子民，你作我们的主。主啊，奉你的名大大祝福我们当中的都领受这一份管教的甘甜，并且回转的喜乐。主啊，愿你的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大大被彰显，多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义求，Amen。 感谢主，我们今天神祷到这里，祝福大家，明天就可以见到牧师了。